Hello，大家好。我是李贝，我们继续下去学习。我 iTalki 上的课的那个学习材料，那个是我很认真的一个老师，他准备的那个笔记文件，这个文件。在上次的视频我们学到这儿，顶梁柱。我们继续下去。碰撞就是 run into collide，物体互相撞击，小心轻，叫什么？轻放，这什么？小心轻放，切勿碰撞，OK，这也许是比较。fragile，是易碎，容易碎的东西，易碎的东西，是这个吧？易碎的东西，易碎的东西，就是小心点儿，需要小心放在桌子上，否则就打碎了。不要，碰撞吧，切勿碰撞。我觉得这个可以吧，没有那么难。就是碰和撞都学过的，碰撞就是碰和撞的意思吧。我看一眼，词典说什么？碰撞，PEND 对吗？碰撞，PEND。PE 碰撞，碰撞有没有呢？碰撞，碰，碰撞，撞击，这是一个撞击，还有我的笔尖，箱子里装的是电脑，要严防。碰撞 ，OK，严防碰撞。好，还有第二个意思，充分。他说话直率，说不定哪句话就碰撞了人。这是比喻的用法，还有这个用法，碰撞，碰撞。所以有轻微碰撞，他说碰撞真的发生了一些，那个碰撞就是名词，那个碰撞就是、碰撞这件事，这里是名词的用法，对，对吗？他在一次。本垒板，本垒 home base 板碰撞中，螺关节，螺，这里螺是 ankle 是吗？螺关节，严重受伤。也不可能是一这角螺，no，脚踝，no，我不知道为什么有，是这个汉字应该写吧？脚踝的踝不是螺，我认为就是是那个 optical characterization OCR 对吗？是扫描你的文章，就识字，但是这个应该是怀，不是螺。碰撞发生在一个急转弯处。OK，这个是名词的用法。这个是比喻的用法，对吗？在他的作品中，我们看到两种不同传统的碰撞。
这不是字面的意思，就是比喻的意思。OK，所以有比喻的用法，有字面的用法，也有那个名词的用法。就是严重的碰撞，也是这个吧？这次碰撞发生于啪啪啪啪啪。OK，下一个词，三代同堂，同堂，三代同堂，那个堂是什么？不是教育呢，堂。三代的，哦，堂，哦，这是地方，房子，三代同堂，耶，这是在中国经常遇到的，有时候也有四代，三代，不在词典里，OK，我把它写下来，我还是三代，同堂，三代同堂，也有四代同堂吗？我查一下，四代同堂，耶，真的有四代同堂，也许三代是最常见的。就是姥姥、姥爷、爷爷、奶奶，和孩子一起住，就是和他们的孩子、和他们的孩还有孩子的孩子一起住，孙子孙女一起住，这个应该没有那么难，祖孙三辈居住在一起。OK，我认为我们应该看一眼例句，因为我应该理解用这个，我觉得这不是成语，这个说法的语法，那个语法可能就是学习成语的时候或者这个习语、俗语、语法说法，也需要按照恰当的语法表达自己什么？有时候成语是什么的，有特殊的语法。农场的面积很小，农民常常三代同堂。但是OK，我明白这个例子，但是我认为无论是城市里还是农场里。这种现象是不是少见的？在西方国家，我认为是比较少见的。但是因为，现在经济的推落是推落衰退是推落我推落，也许越来越多的人居住在这个情况下，三代同堂，也许，之前90年代、80年代、90年代，那时候，西方国家，比较富裕。现在人们的情况不一样，也许需要把自己的骄傲放在一边，就是继续下去，就是大人住在爸爸妈妈和姥姥姥爷奶奶。姥姥、姥爷、爷爷，哎呦，我忘了。姥姥、姥姥、姥爷、爷爷、太太，是这个吧？我忘了。爷爷奶奶、爷爷奶奶、姥姥姥爷，就是这四个吧？住在他们的家，OK，辈分，OK，家族和亲友中世代，generation 世代相承的顺序是论辈分，我要叫他姑姑，有时候可能有点奇怪，就是也许比你年龄大的人。年龄比你大的人，
也许管你叫姑姑或者这类的吧，嫂子阿姨。备份应该没有问题。备份 OK， 四省备份。我查词典里有什么提示。备份备份。找不到。哎呦呦呦呦呦，小心点啊。OK， 备份。没有备份。也许今天不行。真的有这个汉字，真是找不到。哦，找到自己的名字，李贝，是贝类的贝。真的有这个汉字。到底在哪啊？哦，这儿备份。哦，词典里有份是轻声，备份这类的吧。备份，你认为哪个哪个是对的？也许都是对的吧。家族亲属是世交中世交中长长幼的行辈。OK， 他辈分比我大。OK， 他辈分比我大。辈分比我大。辈分。他辈分。这个辈，这个分。辈分。他辈分比我大。就是 OK， 我姐姐和妹妹，辈分和我一样，对吗？就是妈妈爸爸辈分比我大，就是阿姨，叔叔，就是他们的辈分比我大。就是孩子是橘子也辈分比我小，是吗？他的辈分比我小。OK， 就是比我小。他的辈分比我小。The clan 不一定是家人亲戚 ，family or clan。OK， 也许一般来说指的是家人，但是也许在不同在不同的情况下可以使用吧。二代，谢谢。二代带有世系相传的辈分的意思。好，二代即第二代。OK， 一个大家庭就是一个小社会。在这个小社会里，等级分明，辈分最高者，地位最高。OK， 你知道我们学过的是大家庭，在我的一个视频里我们学过的这个吧，大家庭。第二。这是七至九级的词汇之一，是吗？其中的一个词汇。OK， 辈分。OK， 我觉得你认为呢？这个可以吧？我觉得不用看太多的例句。OK， 我们只看另外一个例句就行了吧？现在长辈未完辈分，未完。完备 ？No， 这个不一样。完备也、yeah, 分组 ？No， 这个不一样。这是词汇，对吗？完备这个不行。OK，
万一我辞去工作，失去工作中的备份资历。好啊，OK，就是在工作场所，就是失去自己工作的备份，什么备份？最终落到一个更糟糕的下场，怎么办？也许，随着经济的衰退，很多人担心这个问题，对吗？最近因为是我叫什么？膨胀，是经济膨胀吗？什么货膨胀？是交货膨胀，我忘了。还有也有那个疫情的影响，也人们现在的情况也不完美是吗？OK。客套哦，这个我知道。客套话，fixed polite，就是 fixed expression，这样的客套，exchange 客套话，太客你别客套了耶，yeah, 用来表示客气的程序这个我知道客套话，就是固定的人们。就是说，但是没有，有点像废话，就是不用说，但是，按礼仪，你必须说的。我们可以免去这些客套吗？我们不自然的客套了几句，客套话，这个客套没有意义，就是。哦，你看过昨天的电影吗？我这昨天播放的电影或者这类的吧，就没有什么。哦，你吃饭了吗？你不冷吗？就是我住在中国，不经常遇到的。你不冷吗？他说了几句关于天气的客套话。你好，是社交中的客套话。也可以说客套，对吗？他们彼此客套了，哦，客套了几分钟。这里是动词的用法。OK，那个我需要学习。客套，动词的用法有点让我惊讶，是意料之外，意料之外。客套。客气的客套是，一套房子之类的吧。客套。OK，词典里列出两个意思，我们一起学习吧。第一个是名词，表示客气。OK，老朋友之间何必客套？如果两个人就是互相很熟悉，不用那么说这些废话、客套话，就是不用客套，不用何必客套？何必客套？彼此，但是这里是动词，这里你也说它是动词，说。客气话，彼此客套了几句啊？OK，和这个例子差不多吧。动词、名词都有，这是很重要。友谊不能有客套，但也少不了礼貌。你好，是社会上也客套话是吗？使用标准的服务客套话。OK，use service polite words，这个不对，就是也许秘书或者经理或者这类的吧，这类的人，应该用这些客套话，就是和客户，
客人，打交道，尽量避免得罪他们，或者让他们认为他们卖出的商品质量不好，或者也OK，这个可以吧？客套，靠谱，这个知道，reliable，对吗？他不靠谱。 靠谱不靠谱，表示可靠，指的信相信，和托付的意思，离谱，这是它的反义词是吗？不靠谱，靠谱不靠谱，就是在北京，我记得我。 在什么地方？应该在地铁站什么地方？我看了广告，他们说他们反馆很靠谱。最靠谱的人，选选人选人选是肯定的人选，大概是他这个人，靠谱不靠谱？最终。 直达，直达，OK，直达需要的源头才更靠谱。这个我不太明白，下一个，这是检查，要比开这个welding什么soldering，开焊，对，我不知道这个焊字，但是我也OK，也许我应该知道，因为你有这个词汇是干焊，干焊，干焊的焊是这开焊的焊的右边对吗？火和焊，加起来就是焊，OK，要比开焊之后。 才发现靠谱，也许这个例子不是最好用学习的。有些人说问题在于靠谱的单身汉太多，太少。OK，也许就是女的想要找到男朋友老公。 但是他认为靠谱的男人不多吧？单身汉应该是男的对吗？不是女的是吗？应该是男的 ，bachelor unmarried 都是男的。你可以另选一个你认为靠谱的信息等级。 Okay, you can choose a confidence level you think is reliable, reasonable. Yes, you. Yes, you. 这是一个软件。 是软件有什么量词？ 算了，我不知道，有什么软件？这个软件可以进行什么？研究那个实验之类的吧？就是也许实验的结果有什么不同的这个吧？有信心等级。 如果你说信心等级需要在什么界限其中，你可以调整那个软件的设置，然后结果可能你可以确定是靠谱的，是这个意思是吗？ 网络中立为何不靠谱 ？No， 这个不行。网络中立 ，OK，net neutrality
Why is it not carpool reliable? Hmm. A junk food tax. Okay. 靠谱。 这个靠谱是 reasonable是吗？ 不是那个人很靠谱。 他说他会做什么？ 他肯定会做什么？ 靠谱。 我查词典。 还有我之前知道的就是 之外的内容吧。 应该知道的。 靠谱，没有靠谱。词典为什么没有靠谱？这个没有，这个词典靠不靠谱？No，靠不靠谱？靠谱。靠，上面是告诉别人的告，就是下面是非常好，谱。 OK，谱 OK，左边我说这个是i， 就是因为和英语的那个小字母 i 看起来很相似，所以我认为它是i， 还有普遍的使用的那个谱，靠谱，这个不要了，但是 OK， 那我。 OK， 也许我pleco一下这个词汇，也许 pleco 的有它的定义，靠谱，没有中文定义，reliable, reasonable, probable 啊，就是和这个一模一样，完全一样，好，那怎么办？ 我百度一下，我想知道它的定义，百度。靠谱的定义，尤其是我想知道它的词类可以在什么语境和语法中使用。靠谱的定义是什么？ 靠谱啊，北京话，普通话。OK， 靠谱，什么东西可以靠谱？汽车靠谱，这辆汽车靠不靠谱？ 没有例子。OK，好像我的电脑现在决定，我会慢慢进行吧。靠谱，靠不靠谱？ 也许是这个网页让我的浏览器，更慢的进行吧。现代流行词汇是靠谱是从离谱是什么？衍生是敷衍的衍 evolve derived 衍离谱。 OK， 离谱生出的反义词。OK， 这是我老师列出的这个，这里离谱对吗？那如果你用过分，太过分了，用这个方法，说自己的词汇，可以，过分的反义词是什么？合理，就是不过分。 就是
恰当分的量。OK，离谱的翻译词吧。言出，表示可靠。可靠，值得相信和这个吧，这是我遇到的吧，托付的意思，读起来的时候应该有儿化音，靠谱，这个我可靠一下，OK，好，那么我们应该学习离谱，对吗？离谱，就是偏离谱，太谱，而且靠不靠谱？离谱，是什么词类？太离谱了，这是形容词，对吗？那么离谱。靠谱也是形容词，对吗？都是形容词。他们的预测后来发现太离谱了，unreliable 不是beyond reasonable limits 吗？那种比较不像看上去那么离谱。OK，是不像离谱，对吗？所以 is not wide off the mark, isn't bad。我对他孙子能力的判断没有太离谱，OK，没有离谱对吗？所以是靠谱，双否定是吗？OK，形容词对吗？皇帝不满意。教书先生，如今连你们这些外教都不靠谱了。这是可靠形容词，好像大部分时间应该是形容词，是吗？凡是，就是也没有例外，不论什么事，everything，不论什么事。是这个意思吗？就是无意词汇，学过了吧？但是我们为什么不复习？趁这个机会复习这个词汇有点难，我记得，凡事，我记得我五级或者四级，可能是四级的词汇，但是我记得。我第一次遇到他，第一次学习他，认为有点难，也许我的知识不完美。凡是，我刚才就意识到了什么？就是凡是，对吗？那个事是事情，凡事就是所有的事情，对吗？不论什么事，不是凡事，我学过的凡事，他们的读音一样的，凡事有凡事和凡事，凡事啊，凡事，OK，这是没有例外，这个呢？凡事，everything，凡事，不是那个，OK，我们学习的是这个，我没学过的，他凡事是每件事，对吗？他凡事都做得优雅的得体，就是每一件事情，OK，露西曾是个追求完美的人，凡事都得完全正做正确，完全正都得完全正确啊！那时候我有点懵，是吗？
就是让我，我认为这个多，yeah，OK，凡事应该用脑筋好好想一想，也是怪不得我遇到，我看我听博客，我看视频的时候。遇到凡事，怪不得我不理解。也许有时候是这个凡事，有时候是另外一个凡事，有两个凡事。哎呦，OK，这里你说什么？这里你说它是名词，所有的事情凡事都跟家人商量。OK，这是所有的事情，就是他写的是。无论什么事，是这个，这两个意思很近，也许我不用那么挑剔吧。可是，OK，这点说它是名词，凡事应该用，我说过了，凡事要小心，凡事都有两面，人工智能。也不例外。凡事真是，都有两面性的啊。他凡事都爱走极端。OK，好，真的很有意思吧 OK，定心丸，这到底是什么意思？定心丸，哎呦！定心丸啊，OK，我告诉你，我曾经看过，你知道那个那个电影是捉妖记对吗？捉妖记，我看过这个电影，他们把字条贴在别人的额头上。就是那张纸上面写的是定，就是额头上有定这个汉字，他们就是一动不动，就是人们可以做他们想要做的。我看一看，因为我记得我看完这个视频以后，那个电影以后，我在互联网上问，是捉妖记、捉妖传、捉妖、捉妖传，或者捉妖传还是捉妖记？我忘了，捉妖记。定，我这我不知道 ford，就是定它，让他们一也。这是我很久以前问的问题，是5年前吧？是 OK，也许4年半之前，这个吧，捉妖记，你看，也定，它贴在他的头上，就他不能移动。他写的是什么？定身法，孙悟空，孙悟空用他，就是把妖物，把妖不能移动，让他们，不能移动，固定定。你看过这部电影吗？你可以，这。捉妖记，捉妖记，OK，我们说什么？OK，定心丸，OK，直接给定是吗？定心丸，那个丸是也许也可以变成记吗？那个记，这个记。没有这个吧？定心丸，
一颗丁心丸，那个丸就是 pill 是吗？定心丸，定心丸，丸就是 ball， 但是在这个语境中就是那个 pill， 一颗丁心丸。OK， 给亚洲地区吃的一颗丁心丸。OK， 也许这个和这个不一致，但是 OK， a reassuring force for Asia。OK， 这是比喻的用法，对吗？没有人吃药，国家不能吃药，这是比喻的用法。这种承诺也使全世界青少年的父母啊，是服不了定心丸，服下了，哎呦，服下了，服下了 ，no， 服。也服下了，服下了，不是服不了，服下了。其实服不了是完全不一样的，这是相反的意思是吗？哎呦 ，OK， 服下了，那个服就是服药的服，对吗？就是吃的意思吧，吃药，服药，服下了，定心丸。那个 tranquilizer 定心丸，好像是安眠药吗？我们写过的是安眠药，是这个吧？不一样吧 ？sleeping pill 是吗？还有催眠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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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写过的这个吧？我们学习词汇的时候遇到的催眠药，hypnotics， 我不知道催眠药。OK， 丁心丸，丁心丸。OK， 你服丁心丸。我老师的例子是什么？能使心，续定续。心安定，心绪啊 ，OK， 这是心情和情绪是吗？能使心绪安定的药丸，比喻能使心绪OK 安定的政策话语和行为等。OK， 这一承诺给大家吃了定心丸。OK， 这是我们刚才看的。很相似的一个句子是吗？不过他给了父母们定心丸。OK， 就是给，就是服下了定心丸，一颗定心丸，吃了定心丸。老师是一个定心丸。尽管各个城市大派。丁心丸，我问这个用法不明白。OK， 现在另外一个吧。但对投资者而。对投资者而言，它可算是一颗丁心丸，一颗丁心丸，就是服一颗丁心丸是吗？丁心丸，他们任命，他的任命就是这个我写过了，但是有点弱。他的任命是华尔街的丁心丸，丁心丸，一颗丁心丸即使在少的工资也是一颗丁心丸。这是什么可以是丁心丸？丁心丸。
Okay. 不在词典里。 定新闻, 定新闻, 玩就是酒加上一个, 这个, 这个花叫什么? 不知道, 不是点吗? 可能是点, 好, 定新闻, 就是让人, 让人, 就叫什么安慰人的来源是吗？可能是人，可能是证词。也有就是，吉祥话就是。 吉祥 auspicious 话 auspicious words 这是 应该没什么难 表示好运之征兆的话 好运的征兆 OK 就是兆运的兆是吗 No 预兆 预兆的兆 征兆 Yeah Just wish people good luck. 对吗? 一帆风顺, 双龙, 戏珠, 这个我不知道, 三阳开, 这是泰, 对吗? 三阳开泰, 四季发财, 四季发财, 这个有逻辑吧, 五福临门, 六六大顺, 一二三四五六七七八九十, 这是我老师写的是吗? 因为我真有意思, 七星, 彭越是吗? 彭越, 七星彭越, Seven stars lift up the moon. 八面春风, 九运当头, 十全十美. Okay. Okay. 就是玩一盘国际象棋，你可以说 祝你好运, 或者之类的吧. 这算是 好运, 祝你好运。 是吉祥话, 也许就是春节节假日之类的吧,之类的时候,之类的时期,也许你可以说几句吉祥话。圣诞节快乐,这算是吉祥话吗? 吉祥话, 吉祥话, OK, 吉祥, 我学过的, 吉祥话, 吉利而祥和的, 预示, 幸运的, 吉利, 吉庆, yeah, 我认为吉祥话, 吉祥, OK, 我就是把它写下来, 吉祥, 吉祥话 OK 这个应该可以吧 OK 十拿九稳 这成语吧 十拿九稳 In the bag Confident of success 十拿九稳 OK 这件事似乎十拿九稳 就是除了渺小可能 No 除了个别的例外 也许最可能的
形容办事成功的把握很大。对于他来说，赢得这场比赛是十拿九稳的。OK， 我 OK， 我需要学习它。首先，我查词典，词典说什么？十拿十拿九稳。No， 十拿九稳，十拿九稳。声调，我的鼻，声调需要准确的说。我的鼻丢了。就这样。OK， 十拿九稳。No， 十拿九稳，十拿九稳，十拿九稳，是吗？比喻很有把握。也说十拿九准，也十拿九准，还有这个吧，十拿九准，好像十拿，哎呦，九稳，十拿九稳是最常见的。如果这个网站没有例子，也十拿九准。OK， 我认为这个不用知道。我就是在脑子的背后就储存这个知识。就稳定，是稳定的稳，对吗？十拿九稳，这件事似乎十拿九稳。对，当然没有任何事是十拿九稳的。我们至少有一桩事可以，一桩事，真的吗？我不知道，是一件事，一桩事，也可以十拿九稳，但是这里是动词的用法，对吗？这个东西，no。No， 我们十拿九稳在那个事情上面是吗？我是十拿九稳。他们知道我是谁。或许他认为自己会十拿九稳。Assuming。也记得在澳大利亚人们说 slam dunk。就是，哎呦，肯定会赢。这场球赛锻炼是十拿九稳，就是 OK， 这他认为这个球赛肯定会赢，对吗？我们球队将会取胜。好，我们已经十拿九稳。好，哦，好，OK， 好像最重要的、最常见的就是一个人或一族人，一族人，他和他们是十拿九稳 ，no， 十拿九稳。十拿九稳，十拿九稳。或者就是这个人和十拿九稳中间加一个是，这里加已经，那这里加已经，事情很难十拿九稳啊，这是事情，十拿九稳。你看，这是我的意思。有时候，那些成语的语法有点难吧？十拿九稳的赢定了。这里十拿九稳当做形容词，就是修饰赢定，对吗？是形容词还是副词？
我们赢定了。Yeah, 是副词，就是这个赢定，后面加一个了，也肯定是，动词，所以这个当做副词修饰这个动词，对吗？比赛还原位结束，但取胜已经是十拿九稳的了。就是国际象棋，有时候，也许你不能赢，就是，也许连和棋的可能性也非常非常小，你就认输了，你对手，十拿九稳，会赢了吗？OK，我想看一看，你知道这个网站就叫老外成语指南，老外成语 guide，老外成语指南，我不知道是这样，但是我认为就没有问题。My computer 可能是 VPN。有这个呢，十拿没有啊，真可惜。OK，那我关掉了。百度，我百度一下这个吧。这是老兴荣办事处，但是我不知道，它的背景故事对吗？为什么这四个汉字，十拿九稳，就是如果你拿出十个东西，其中的九个是稳定的，或者拿稳，拿稳不是词汇吗？有时候成语就是那样吧，加一些数目就可以强调这个吧，拿稳。啊，是那个吧？拿稳，拿稳，端碗端水要拿稳。是这样。我不太确定它的来源，我看一看百度百科。唉。还有，OK，我老实说，我已经有一点累吧，OK，还有这些吧，年关不知道，大节你也不知道，OK，好像今天，学习词汇会让我有点累啊，十拿九稳，那我十拿九稳是吗？它的来源是什么？背景故事？OK，是一首诗什么？是明朝他写的这个吧？书里面，其实明朝就没有那么，就是没有那么久以前吧。词是十拿九稳，毕中的计较。OK，就是有十个事情，如果你就是其中九个是稳是好的，我不知道。OK，联合式，做谓语、定语、宾语、状语。含褒义，OK，有很多吗？
其实我说的不对吧？明朝是什么时候？这是我的问题。我中国历史我学到三国时期有点难，我就没有学到之后的朝代。也许我不应该说，是无知的人不应该说。儿女英雄传，如此一行，只怕这事立有个十拿九稳也不见得。OK， 我不知道他的逻辑，就是为什么是这四个汉字。而且我认为从这些例子，我不会学到。也许以后我考虑那个吧。好了，下一个词是什么？是年关，就是农历年底，要结清一年的账目，就是你欠的钱是吧？这里不会。也叫 OK， 欠租借债，欠租借债，借债的人，把这段时间看成了难以度过的关口，所以也把年底叫做年关。OK， 就是年底，但是有这个背景故事。年关将至 ，OK， 就是 the end of the year is approaching， 对吗？是这个吧 ？Yeah， 市区里挤满了上街采购的人群。大姐，哦，年关 ，OK， 我觉得 OK， 如果是年底的意思，就没那么。难是吗？OK， 也许在文言文里你可以遇到它。我不知道。我查词典，你有什么例子吧？这部例子，搜索。你看例子的同时，我查词典好不好？年关造句，对，年关。年关到了，一份2004年 ，no， 关羽不对，临近年关对吗？小年一到，年关将近，yeah， 这个用法不一样，是什么？祭灶，OK， 算另外一个吧，年关，年关。OK， 岁末年关，祝福不断。岁末，也许 OK， 也许一样的意思吧。年底什么？岁末年关，祝福不断，应该可以吧？年关。不在词典里，但是我认为是比较少遇到的吧。也许在对联上可以遇到它，或者不太知道吧。年关，真的在词典里，我说的不对。年关，OK， 就立在农历年底结账负债。欠租的人，感到如同过关一样，因此，成为年关。OK， 也许现在没有这个现象，对吗？就是历史，
就是北京故事是吗？北京的，哎呀，它的来源。其实我有点累，我看一眼这个词汇，大姐，大姐不是大姐，耶，大姐，big nimble，一场大捷，enormous victory 是吗？战争中取得重大胜利。OK，是这个语境中对吗？战争。OK，大捷，为什么用捷？Triumph，我不知道捷有这个意思吧？那大就是修饰捷的形容词是吗？大捷，好像学习大捷的时候应该学习捷。但是姐，OK，稍等一下，我就是先查一下词典，然后我们可以多分析这个词汇。大姐，这样，OK，就是一样的定义。平型关大姐，这个我不明白。OK，这是这一批词汇最后一个词汇。这个词典没有用，也许我 play 一下。大姐，大姐为什么？No，不是大姐，不是大姐，是大姐。你知道吗？OK，有大姐，有。二声是大姐，大姐，有四声吗？大姐，没有吧？应该没有哈。哎呦，这个吧，那这是，算了算了。OK，这个词汇说的时候需要，小心你的声调，对吗？我们说的是这个吧，大姐不是，是路上是不是这个吧，是比较大的。大姐是不是二姐、三姐？是大姐，大姐，一场大姐。OK，那个姐是生命是吗？生命大姐啊，大姐。大胜仗。就是这个词典的定义，大胜仗，胜仗，这个吧，胜仗，大胜仗，victorious battle，好像需要注意这个语境，但是杰我没有遇到过，我念敏捷学过的捷克那个国家，知道便捷，你也是宁波对吗？便捷。哦，不是便捷，是 convenient，对吗？也有宁波快捷，捷运，捷运是什么？哦，是台湾话是吗？捷径，no，捷径，捷径，哦，捷径有逻辑，但是不是和不是和战争和胜利有关系的。捷报。OK，捷报是这个意思吧？捷报。捷报。OK，捷是大捷的捷，报是报道的报，是吗？Reports of new victories，频传。捷报频传啊，OK，是这个用的吧？Okay, victory reports keep coming in. 好，清洁我们学过了吧？宁波迅捷不敏捷。Okay，好像大姐的姐的用法，不太常见，不经常遇到的。对我来说，课程是什么？
哦，OK，课程4:1大结是很好的结果。OK，大结就是也许是足球比赛，足球比赛中，4:1算是大结。OK，大结。足球比赛是一种战争，是吗？如果他获胜，那么将是一场大捷。用于是 no 用手势交流，是与当地人沟通的一大捷径啊。OK，这个不一样，这是捷径，是一大捷径，就是大修饰的是捷径。OK，我真的有一点累。我为什么那么累？我就是学习，已经超过了1个小时，但是就是学习词汇啊，真的让我很累。也以后我会学习剩下的内容。我老师这个 iTalki 上的老师真这么认真是吗？耶，我真的欣赏他，所以我经常和他上课，预约他的课，因为真的是与众不同，对呀、OK，我想歇一会儿，否则我很快就睡着了。OK，喜欢我视频请给我点赞好吗？下次聊，拜拜。